老赵和 Peter 就在车里，但我只看到老赵进 Peter 的车，其他的事情都不清楚。我们说好的是3万啊，2万已经不少了。你们有把事情办好了，而且你让李志成招到，对吧？你不给多少钱，我就报警。 你去吧，你去，你去报警啊！但你别忘了，你也是个同谋啊！我有外交豁免权，我大不了我就回国了。你呢？你要坐牢，你不要照顾你的家人吗？林总，林总，我没收这个钱，林总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啊，林总。 我是真需要这个钱了，李总。李总，庄淼，下车。你将会收到一张法院的传票，关于非正当竞争。如果你是个男人，就光明正大的竞争，别在背后里耍那些下三滥的手段。李总啊。 那家伙已经跑了，钱花光了，他要自保啊，他根本就不会当你的认证，物证也没有。虽然你拍了人，偷拍我几张照片，那些照片能说明什么？什么也说明不了。就算你让他当认证，我可以反告他，自编自导了一场劣质纽扣事件。 赖故意陷害地皮，我薅得起啊！那咱们试试。李总啊，其实咱们真的不要这样，我们可以成为合作者。你不要以为我抄袭你女朋友的设计就给我翻了，太意气用事，太幼稚，不像做大事的人所为。 你想光明正大的竞争，可以。你把倾城和学园岭卖给DP，这样你可以保住你的文达，否则。OK， 抄袭服装设计，买通我的员工，掺杂劣质纽扣，三番五次的来我店里捣乱，派人弄伤 Grace。 李总啊，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。你小心，我告你诽谤。你刚才所说的都是想象。我告你一个事实啊，倾城成善销量严重下滑，倾城在你们的手里就是浪费，在 DP 的手里才能获得成功。要不然，倾城和文达一起。 Peter 啊，我原本以为你可以悬崖勒马，但是我现在看你没有丝毫的收敛。好，我告诉你结果：温达和倾城会很好，思美琪和辛宝瑞也会很好，而 DP 会从中国市场彻底消失。<笑>李总，我。 我非常欣赏你这个毫无根据的自信，那我们就坐着瞧吧。回去买一本 H 杂志啊。老大，老赵那边怎么办？先不用追他，他受到惊吓了，应该是被 Peter 威胁的。 过段时间再说吧。去买本 H 杂志。